快去走关，我要赶快去找关西了。因为这个这个在演唱会的时候唱过，是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回忆一下演唱会的影片。是，对，所以我今天、一般讲到回忆都是挂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要回忆？这个回忆影片好像是要挂，可以去 YouTube 看啊。对，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对了，搜寻一下了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好了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萧煌奇老师的歌。哎呦，男生的歌哎。对，男歌女唱。啊、这首歌叫做《只能勇敢》。好，只能勇敢，掌声鼓励刘天君、铁田，谢谢大家。算是段情。
给各位。我觉得怎么那么快啊，我好像剩下一首歌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然后最后一首歌，希望有梦想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在2021年都可以实现，好吗？这首歌